高速路的出入口同样是防止疫情输入的重要关口。昨天上午10点半，记者在京沈高速沈阳西站疫情检测点看到，进沈车辆秩序井然，现场多部门联合全力守好疫情防控的前哨。那现场的这些大白呢，也就是医护人员，需要24小时轮流值班值守，不漏一车不漏一人的检查过往车辆，守好外防输入的第一道关卡。早晨来了就是这样式的。几点您开始？我们是8点到岗，接妇幼的班。基本是得工作多少小时？我们到下午5点。到下午5点，一整天啊。那怎么喝水啊？上卫生间啊？怎么办？中午的时候我们互相能换个班。啊，换一个班。对对，早上尽量不吃稀的，不上厕所。就这种状态已经多久了呀？这种状态，咱们是卫健系统在找班，我们还得在医院上班呢，还得有医院值班。像我今天下夜班，直接上这儿来了。辛苦。还行吧。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排查什么？我们排查就是说的中高风险的，像带型号的，咱们得上那边去检测一下核酸。那高风险的或者是那个红色的、黄色的，咱们得给那该隔离的隔离，都分流出来呗，反正不同的人群。我们现在就是全员上阵，基本是这种。我们卫健系统全员上阵，全是。是哪个医院的？我是于洪区医院的。啊，于洪区医院的。对。我们值班，然后休息的班，采核酸，下片去采核酸。现在不全民采核酸嘛，我们轮着采核酸的，然后上高速的，就是几乎就没有啥事。辛苦了，您辛苦了。大伙都挺辛苦的，现在特殊时期嘛。感谢这些温暖的大白，感谢所有在疫情防控中默默付出的人们，你们用职责和担当构筑起了最坚实的防线。记者郭点点、刘晨浩报道。